进食堂，这么大，建得这么好，很庄严，的确很庄严。这个空间，大空间呐、我们来用作什么？过去实际的角度来看，这个空间是有严谨，而且呢，它是净化人心的一个道场的宝地。这一个地方很不容易来完成，而我们大家呢，是共同那一念心，我们要先把根呐、根。这个根呢，要留住。万众一心呐、而且呢，向着这个根的，那讲哦，大树啦、展开啦，不是干那看树尾，我们一定的寻根到底。所以呢，当然到那里，这个道场这么庄严，所以是。而说来说啊，人人进出都是整齐，是不是外面的人不敢来？不是，是咱不敢招，是咱不敢招，不是人不敢来。一个道场本来就是要有道气呀、所以道气呢是人的形象造出来的，所以没有人的形象，就没有道气可出。那这些形象呢，总是进出庄严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有过大的空间，环境呢又美，更感恩了，每天都有一大群福田菩萨，一尘不染。这样哦，在那整理道场，这实在是哦，真不简单呢。这是很因缘、很具足的，请大家啦，把因缘师父，点人讲难得人间，我们要把握呢，活在人间城，没有人间。就没有活成，因为呢，人可交，人可交。为什么？因为人间呐、有苦难众生，人总是有语言、有表情、有动作，所以佛陀呢，在人间来教人用什么动作。且看凭着怎么样的苦，才能让弄一趟去分辨。他有苦，我有力量，我力量不够，但是我需要你，需要你，大家互动起来，大的力量就大范围，小的力量就小范围。人在艰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帮助人啊。我常常用水来譬如，你唱起来这水啦，伊会当解滴真济。人在水打啊，土地需要地面的爱压的水，这会当头讲不断延续的生命，啊，会当滋润大地。这些水还是一样，无增无减，所以佛陀安尼甲咱讲，不增不减，就亲像咱的身躯，水、精水、骨髓，这只要你保持健康啦，它抽出去，它还是呢，咱赶快咱一个增加，这就是健康啦。啊，咱的健康心啦，那捐出去，赶快呢，健康诶，
财富啊，还是咱的。所以师父常常讲，多做多得，因为你滋润慧命，增长慧命。我们用生命啊，用生命行在法中，增长慧命。我们的生命时间有限，趁得快，身体也够会当利用，就是呢，起个力啦，家己爱加，家己爱赚，这也都是爱，家己爱把咱的生命时间有偌多，咱就是把发挥偌多。总而言之啦，把握时间，请大家啦好好利用身体。讲好的代志，做好的代志，讲好话，做好事，这就是组织的方向，也是组织的宗旨，没有其他，总是那样单纯，那样的单纯。那最重要是净化人心，咱爱安怎样净化咱的心，咱爱安怎样呢？对众生有利益。所以，咱爱好好把咱的心、清心、性格，有一段时间啊，师父甲一几字呢，讲几啊讲，清心性格，立法精粹，身心性情，入华精髓，这都是法家你家做。咱要对倒位念呢？发的精粹，伫倒位啦？教菩萨法，只要你做好的代志，就是对。纷纷啦，纷纷，都是无私的爱，无私的爱，就是最健康的。亲像咱人的身体，有健康的水，咱会当健康的水再移植给别人。咱现在有这个因缘的情感，好好的行菩萨道，利用这个苦卡啦，多做一挂好代志，多见闻一挂好事，甲一挂好人，结一挂善缘，增长善缘呐。人甲人的中间，爱多结好缘。咱这个道场就是。要结好缘的好道场，成就菩萨的善的种子。只要大家人合和合相啦，我们呢要共同来爱搞那个心呐，爱合合起来。所以呢，清心性改，来持戒、宗门、净师。法脉，爱延续净师法脉，持戒宗门。净师法脉呢，就是莫忘那一年精神的理念，过去怎么做过了，什么样的发心，多少人呢引导我出来，我还要无量数呢，在度人间。佛陀呢是生生世世，所以说啦，无定着啦。咱嘛是伫灵山会啊，咱嘛是将地涌出，咱嘛是将十方聚集的，嘛无定着啊。总是呢，咱爱生生世世，着的代志，这个方向，咱是无量无数。希望人人啊，要用清心性戒吼，立法精髓，安尼都对啦吼。咱要安怎样来接引人？啊，咱要安怎好去？唔通浪费时间，就是看人讲不对。
所以请大家啦，天天都用心啊，把握咱的生命时间，增长咱的福田，唔通去给浪费去吼。这就是师父给大家人祝福啦。